却被你甜甜的笑眯打扮。解不开的几何图案和霓虹的脸，到底有多少个答案？我只想给你宠爱，就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成长。我好想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心情坏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因为爱。有请主持人蒋昌建老师。老师好。现在呢，老师教给你们一个道理：男人就像酒，越老越值钱啊。好，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振奋人心的开场，对不对？掌声！中国的最强大脑在哪里？在这里。你的天赋就是人类的财富。欢迎收看由核桃乳领导品牌六个核桃为你独家冠名播出的《最强大脑》。在这里，我们要让智慧飞扬起来，我们要让科学。好，那么几位啊，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个子最高的这一位叫做王俊凯。靠近我这一位是王源，这一位就是易烊千玺。好，那么我想问一下，三位到这个舞台上来，今天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今天呢，我们是最强大脑的最强出题人。最强出题人。好，据说呢，三位同学呢，其实学业都很优秀啊，所以问一个问题。你们三个人当中谁是最强大脑？都还不错吧，可能都还不错。我稍微聪明一点点。好，你说。我很喜欢这个答案，你呢？我喝六个核桃应该是最强大脑。来，看我的名字也能知道。就我的脑力比较高一点吧。没想到这三位选手都不客气。那么这个你们都很聪明，接下来考验你们是不是最强大脑的关键时刻来到了。来，看到前面几位评审，先从这位是谁？张老师。张老师。对，张爷爷。张爷爷啊，你好张爷爷。他是做什么的？他是一个就军事家，雾霾可以防导弹。接下来这一位，郭敬明导演，他是我也出演的电影《绝技》的大 boss 大导演。哦，欢迎郭敬明小四。好，这位世界第一美女是谁？桃子姐姐。你好。我们欢迎陶晶莹桃子。好，来，这位是谁？这位是魏坤林老师。我们欢迎豆豆魏坤林教授。好，那么三位呢，刚才也辛苦了，请你们到场边呢稍微休息一下，谢谢。六个核桃，最强大脑。最强大脑呢，由核桃乳领导品牌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要旅游找途牛，牛人专线品质游。节目首播期间呢，打开微信摇一摇，途牛现金红包领不停。最强大脑选牛人专线。那么您在抢红包的同时呢，也可以参与最强大脑的模拟挑战，也许你就是下一个最强大脑。细心的观众已经注意到了，在我面前呢，这个椅子还是虚位以待。他是国民男神，他有3000万微博的粉丝。
有的人喜欢他，直言不讳；有的人呢，讨厌他锋芒毕露。啊，就是任志强先生。哎，老朋友见面了，看到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有什么感觉？我觉得这个地方不会有最强大脑。哎啊！因为所有人都已经被这个声音吵得脑子都会坏掉了。哎，有一个人来过这个舞台，啊哈，跟你干同行，啊哈，这个人叫王石，所以我想问一句话啊，你跟王石哪一个是最强大脑？应该是我吧，啊，这么大的口气啊！因为他啊，在最初最困难的时候，是我去收购了他，我当了他的大股东。哇，你看过《最强大脑》？我看完了，我觉得他不是最强大脑了。如果说最强的话，是指他在各方面都是很强大的。哎，但是我们所表现的都是在某一个方面有特长。哎。而在另外一个方面，他可能是弱智，所以你有你的标准，就是希望他是全面发展，而不是专注于哪一个方面，所以才是最强大脑。我们掌声鼓励一下任先生啊，这也是一种态度，请落座。谢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发现之旅。每一天的游戏就从睁眼开始，我是吴松浩。在我的世界里，动漫和游戏占了99%。他们都说我是活在二次元世界的人。你怎么整天就知道打游戏呀、啊？松浩，我们去打球吧。一起出去玩吧。不像你看的。整天打游戏有什么意思呀、啊？呵呵，当然有意思。我从3岁起就把超级马里奥通关，节奏大师所向披靡 ，UNO 比赛无人能敌。我有一双人人羡慕的触手，这一切并非刻意的追求。而是本能的驱使 ，BOSS 神马的都弱爆了。对我来说，挑战只有一个，那就是比快更快。我会找到各种 bug， 逼疯设计者。在游戏世界，我就是主角，因为我是游戏王。没有游戏，我会狗带。有请挑战者。大家好，我叫吴松浩，今年18岁，是一名来自新疆哈密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哦，松浩玩的游戏好像都蛮复古的一些游戏种类是吗？大概你几岁的时候就能过哪些关？哦，像这个，我3岁那年就可以通关超级马里奥。然后我4岁那年通关冒险岛，5岁那年把坦克大战一周目通关。哎呀。所以到底这样的游戏能不能刺激大脑的发展呢？就游戏对大脑的影响，其实正好是现在研究的一个热点。我们的结论是，经常玩游戏的其实对大脑的认知能力是有提高的。哦。第一是视觉的空间注意。嗯。第二是空间能力。第三可能就是反应速度。但不代表就是说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玩游戏上，它就会影响你其他能力的发展。哎。所以对青少年来说，还是不要游戏上瘾。我就说你通过玩游戏你更聪明了呢，还是你的学习成绩下降了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我就问他一下。我就问你一下，有联系吗？我觉得还是有联系吧。有联系。我当时就是因为打游戏所以才没有考上的高中。你自己想过这个问题吗？就后悔了，如果我不是贪玩游戏的话，我把玩游戏时间省下来，我说不定能考上北大清华。没后悔，因为我打游戏我都能来这个最强大脑。初中小学那些学习好的也没见过他们来最强大脑呀。哎呀，很好。哎，这口气啊，很好。是不是来最强大脑就成你生活中的一个唯一指标了？这个某一个特长如果被普遍当成了最强大脑，那就会对家长对孩子产生误导。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说你把玩游戏作为人生的唯一追求目标，就像你这样去继续努力。如果认为人生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目标，而不仅仅说来这个最强大脑，那可能你仅仅打游戏是不够的。
其实看你的未来了，如果你是对游戏非常有兴趣，也许你可以成为一个相关的从业人员，去开发属于你的游戏，去开发更优秀的游戏。关键是你是纯粹的，就是说我的这个时间就是用来玩了，还是说我通过玩游戏我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收获，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游戏只是一方面，也希望你全面发展，好不好？好，你告诉我你要挑战的项目是什么？挺住300秒 ，TFBOYS 带你看规则。挺住300秒，国民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超高难度的新玩法，嘉宾随机挑选一套残局图案，挑战者限时记忆号。游戏界面十行以下被覆盖遮挡，挑战过程中七种不同形状方块随机掉落。挑战者通过操控，使方块始终堆砌在安全线以下，坚持至300秒，则挑战成功。好，我们为了让嘉宾朋友们呢更直观的去了解这个项目的难度，我们特别招募了一批啊俄罗斯方块的高手。那么他们呢会跟松浩一起来玩同一道题，一决高下。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这一些俄罗斯方块的高手。在最强大脑的舞台上呢，我们有句话叫做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松浩愿意跟他们一决高下吗？压力好大，感觉压力好大。好，那么现在是了解这个项目的难度，我们呢跟俄罗斯方块的高手先打一个速打方块，你能感觉一下这个难度有多难，好不好？那么这个速打的俄罗斯方块呢，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啊，大家看到他们接下来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你们甚至都看不到下落的过程。好，松浩，你已经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现在请高手和松浩就位。好，接下来请大屏显示挑战者挑战程序的起始画面，请各位调至同一个难度。时间我们还是看得到它还在空中转转转，对，但是它的简直像是幽灵的那个俄罗斯方块，咻咻咻，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冒出来，太难了。
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啊？我第一个问题是这几个人是不是托儿？这不是托，我们在网上的招募，然后呢，他们网上报名，我们所有的电子痕迹都是存留的，你可以去查。第二个问题是，我觉得这不是大脑的问题，这是小脑的问题。如果你光是大脑能反应过来，小脑的手的动作跟不上的话，他一样得死啊。啊，的确是。但我们完成任何任务，小脑大脑都得一起工作，所以小脑占主导地位，这个地方大脑占次要地位。我觉得不是小脑占主导地位，在这个地方恰恰是比如说它的空间能力，刚才你看到那些块转过来以后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做这种计算的时候，大脑中间是要做比较缓慢的计算的，这需要花时间的，而他们来说非常快，这个不是小脑做的事情。那么为了大家呢更直观的了解这样一个挑战有多难，我们做了一个动画，大家请看一下。那么我可以看到大屏的一边呢，就是选手挑战的画面，那么另外一边呢是未遮挡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选手在挑战的过程当中呢，全程是没有办法看到十行任何的状况的。大家可以看那个遮挡的那个红线啊，如果超出了这个红线就挑战失败。我觉得其实他是在同时考验好几个能力，第一个就是他大脑的反应的速度，第二个其实是考验他的记忆力，因为他下面十行是被挡住的，第三个是考验他的一个逻辑的推理能力，就是说这个方块下去之后消掉了之后变成什么形状，这个其实也要通过他的经验和他的这个推理去判断，所以他其实应该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考验。好，太难了，我做不到。好，那么几位评审呢已经对项目的规则包括难度呢了如指掌了，接下来请三位评审同时打出你们的预判分。二五五三个五三个五啊，太神奇了。哇，张教授，这个游戏我是80年代1985年当时推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玩过这个游戏啊。我这人一贯提倡青少年要多玩这种益智类的游戏，俄罗斯方块这个游戏在世界上被公认为益智性游戏类的顶尖的，所以它符合我的理念，所以说给5分。好子，我以为是到上面，就像我们平常玩游戏顶到天了才算死，结果没想到它是在红线十排以下，所以太难了，你加油啊年轻人。所以就见光死，对，看到就死。对对，我想问一下刚刚那个最快的 level 它是一秒钟是掉几个下来吗？我刚才的平均速度是1秒2.5块左右，当然还可以更快的。还可以更快？对。我觉得需要补充一下规则，刚才那个我们做了一个动画给大家看那个速度，其实挑战的速度没有那么快，要是像刚才速完的时候那么快的速度的话，没有人能够完成。他不可能0.5秒1块的，0.5秒1块都来不及反应。那你们能给个比喻吗？比如说我是一下掉4块，还是1秒钟掉3块？一秒掉多少个？他是这样啊，从上头下落到底6秒，如果说他手指在处理这样一个下落的形状的方块处理的快的话，上面掉下来的也快。6秒1块就是从最顶端出现一直到下落，总共过程是6秒。那我觉得不应该给5分。你应该给多少分？如果是2秒的话给5分，那要6秒的话你们是不是得除一下啊？因为他们在打分的时候以为是2秒，或者说1秒是2.5块，但现在已经告诉你6秒了，你们是不是得改改啊？他下来完的时候他可以按一下下键，他确定好了以后按一下往下，这样下的下入上面就下得快了。我不觉得是，不觉得是，是吧？对，你坚持你的意见。当时任志强老师质疑我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拒绝的。另外三位尽管不能改了，我想问一下，听完了任总的这样一个挑战，桃子你愿意改吗？我觉得是要改一下。哎，你要改多少？可能到4分吧。4分 OK。小四，我可以不改我的分，但是呢我希望他完成这个，我不建议他加速，就是你最好清晰地判断好他下去的位置以及他消掉之后是什么样，因为其实你只需要完成这个规则就好了，所以不用去追求快，你只要追求安全就好。哎，小四很好啊，给你建议，但是他依然给你5分。你不管几秒一块，他这个规则就限定他很难。张教授，我发现你们现场出现了一个逻辑概念的错误。这个速度下落的速度
是和他操作的速度是相关的。他操作速度越快，下落的越快，有可能一秒钟，有可能0.5秒钟。好，哎，跟一分钟、一秒钟掉一块没关系。好，啊，那我现在请问赵教授，你觉得5分？我不能改，那肯定不改，那不能改。你值得是吧？难度很大啊。我觉得是快是慢，其实我们要看看人类的极限在哪。2秒钟人类完成不了。哎，主持人，哎，等一下高手可以一起玩吗？好问题，我可以征求一下意见。我想对比一下高手们会不会很心累。哎，请问现在是6位高手，有哪些高手愿意坐下来跟松浩一起来参与挑战的？举手。3位。好，那么我们请这3位留下，另外3位到场边休息。好酷哦。准备好了没有？没有没有。啊啊，没有。对，没有。那你还要什么准备？我可以满足你，合理的话。哦，要来香瓜子有没？你要什么？吃香瓜子。你要吃？哎，这怎么回事？哎呀，我的天哪！为什么是瓜子啊？这是广告植入吗？你们这个？为什么？都的位，他可以在比赛之前要求吃瓜子吗？喝水是可以的。香瓜子为什么？瓜子为什么？为什么？如果说我挑战成功的话，我会告诉你。哦，栏目组有瓜子吗？问题是，有没有？万能的栏目组有没有瓜子啊？没有。哦，没有的话我自己有。来来，给我，给我，我吃一下。不要吃光了人家的瓜子。不是，我是看有没有异味。没问题吧？这瓜子。这是耍酷啊，对不对？好，请上。东风标致508挑战杰作吃瓜子。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张教授为挑战者出题。我是 SNH48 的邵雪聪，嘉宾已出题完毕。好，松浩，在你面前的这个屏幕上将会出现嘉宾为你出的题目，你只有30秒的观察时间，明白了吗？明白。好，准备好了没有？这回准备好。这回准备好了，请3位高手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好。给我口令，观察开始。观察时间到。正好我要提醒你的是，下落的方块累积起来不能超过10行，并你能够坚持挺住300秒，明白了吗？明白了。好，准备好。用脑时刻，多喝6个核桃，挑战开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大屏的左侧呢是未被遮挡的选手的挑战画面，而大屏的右上侧呢是选手的实际操作的情况，右下侧呢是高手实时的画面。请大家保持安静。
我本来以为它可能会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没想到它是盲玩。因为这个游戏就是要看啊，怎么可能遮蔽呢？我们就是要看它哪里我要塞什么缺口，而它居然把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给遮蔽了。其实你看到那三个高手都有一点目瞪口呆。然后他瞄准之后，他还要摁一下下。对，他这样的话，他增加难度了。他如果不摁下，就靠他慢慢一点一点挪下去的时间，消耗的更多。我在打的时候尽量把时间缩短，然后我能用硬将的地方基本上都用了硬将。我想用我真正的速度来完成这次挑战。高手已经全部阵亡。挑战进行到117秒，三位俄罗斯方块高手已经全部阵亡，而此时选手的挑战还进行得非常顺利。在之后的时间里，他究竟能否一鼓作气成功挺过300秒呢？大约200多秒的时候，越堆越多，越差不多堆到那个警戒线了啊，那个红线了。我有点担心它是不是出点啥问题。这个项目非常的依赖精准的记忆，就一个地方记错了，你的错误就会累积起来。我用了好多硬将，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脑子里特别乱。我已经输了，就是挑战进行到半程，连续的高速操作似乎干扰了选手的记忆，挑战面临危机。这时如果不能及时对下一个方块做出调整，堆积的方块就将超过生死线，从而挑战失败。在这至关重要的一刻，选手究竟是已失去判断，还是能在最后十分化险为夷呢？
因为他已经接近那个死亡线了，所以我觉得他还能够临危不乱，证明在他的眼中，在他的心中，事实上他是看得到那些方块的。这不运气好，这是实力吧？说还是他说明他太有把握了，这个是啊，非常厉害了。这个他到了八个格的时候，他一家就给他还剩了三个格，一家就下来了，所以他知道安全线在哪里，他知道底线在哪里，他我完全有这种控制能力。我的节奏慢，因为什么？我还在讲说，啊，就这么结束了吗？陆松浩，我收回，对不起，刚刚说要扣一分的那句话，因为我没有想到后面其实更多其他的想象。虽然你可以把第一个那个残局背好，他其实呢，破解了一个残局，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残局，所以他要把一个个残局全部记住。对，从俄罗斯方块，我从一开始玩的时候一直到结束，我的脑子里都特别的清晰。有一个细节是只有我们的选手基本上每块都在加速下坠的过程，而高手基本上是不敢使用加速这个功能的。对选手来说，无形中我加速等于我本来三百秒可能六秒掉一块，我只需要处理五十块砖就好了，但是我不断让它加速的话，可能这三百秒里面我处理了一百块砖，一百五十块砖，其实无形中它的逻辑推理，它的记忆量是成几何倍数的增长。明白，好，谢谢。对，只是看起来没那么炫，要求你的形象思维能力很强，得记得同时得算。对，这个挺难的，这个挺难的。先说吧，先说吃瓜子吧。我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我吃瓜子以前遇到那种重大的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就要吃瓜子来压压惊。这都是心理作用，心理作用。就人当碰到自己不可控的时候，吃瓜子是个可控的行为，先做一下可控的行为，让自己放松下来，安抚一下自己的情绪。我关心一个问题，你的瓜子壳放哪了？啊，我从这个兜拿瓜子，都放这个兜里面。环保，来掌声给他一下。哎呀，好，现在关键的时候到了，你是否能够成功的晋级六个核桃最强大脑？兜的位会打出多少的难度系数分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晋级的话，拿个九十分就可以了。没想到 Doctor Wei 能给我给这么高分。说实话，超出我的想象。我依然还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游戏。Doctor Wei 告诉我，为什么给他打九分？那今天他的项目的确跟记忆有关系。那他展现的是工作记忆，你需要记住下面的样子，但是每一次削完以后，他新的样子你需要重新刷新。所以你这块记忆一直在不停的刷新，就不仅有记忆，而且要根据这些记忆进行一些操作，这就是工作记忆。那这个项目其实对工作记忆的要求太大了。我们可以看到高手其实他记不清楚下面已经是什么样的形状了，而我们的选手其实一直非常非常清楚。是，我觉得他这种能力的确是我们舞台上非常非常罕见的，我非常非常希望他能够加入我们中国的最强大脑战队。好。
我没觉得是这样。我的看法，如果从三岁玩到现在十八岁，背也把它背下来。比如说现在高手，所谓三位高手，如果和他用同样的时间的话，也可能这三位高手比他还棒。我跟您说一个例子就行了，就我其实研究过中国象棋国手的大脑，那些普通的比如说玩中国象棋的老大爷，他也玩了一辈子了，但为什么他中国象棋的功力都抵不上咱们国手的万分之一？为什么？因为国手他有很好的天赋，所以光后天的努力是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高度的，也不可能值我这个九分的。的确足够多的练习可以让你的水平提高，但是到底能提高到多少还是要靠天赋的，所以在这方面他就是天赋加后天的最强大脑。反正我觉得因为别人可能做不到你应该给更高分，这个理由是不对的，因为所有在这个大脑这个现场里出现的可能都有一技之长，他这个一技之长可能是别人都无法替代的，如果所有都无法替代就给一个固定分算了，那何必要有难度分呢？对，难度分其实体现了我们科学家团队对这个技能所表达出来的人类的脑力的一个认识，我们觉得它绝对是万里挑一千万级挑一的，那我们就会给高分，这位选手就是我们唯一能挑出来最好的选手。我觉得当然任总说的也有他的道理，但是我想说一句，比如说体操选手，他可能真的就是花了十几二十年才登上奥运冠军的讲座，他也许在生活中有很多其他方面真的就不如普通人，他所有精力都花在这个上面了，但是你不能也不能因此就说因为你花了十几二十年所以你就不值得尊敬，没有人是可以花一两年就可以登上那个冠军的殿堂。好，你现在两个任务，一个任务代表中国战队咱们得最好成绩，玩家这是啊。第二个，将来你学计算机专业的要设计出咱们中国的游戏让全世界玩，好不好？好。刚才他说的一句话让我觉得是条汉子，他说即便我是来自新疆叫什么学校，哈密职业技术学院，但是我依然站在这个舞台上。我现在还要补充一句，你不但站在这个舞台上，而且你还成功晋级了。好，现在请任志强为他佩戴最强大脑荣誉心脏。接下来就请你登上中国战队荣誉殿堂，小伙子去吧。恭喜你成为中国战队的一员，并有机会参与争夺全球老王的称号。好，请你坐上属于你的东风标致508荣耀杰作。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要旅游找途牛，牛人专线品质游，广告期间别走开，打开微信摇一摇，途牛现金红包领不停，看最强大脑选牛人专线。六个核桃最强大脑，精彩稍后继续。六个核桃最强大脑，最强大脑呢由核桃乳领导品牌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说是最强出题人吗？怎么突然变成挑战者了？刚才他们说他们都是最强大脑，所以呢，我一气之下告诉编导，考他们一下，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最强大脑。三位，你们接下来是挑战者，明白了吗？ Okay. 明白了。好，那么你们要挑战的项目是什么呢？我们现场有五位嘉宾，我们每一个人呢依次演唱。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挑战者，你们要全程的聆听并且观察，我们在现场会随机挑一个声音的波纹供你们辨识，答对得一分，答错扣一分，明白了吗？明白。现在因为我们几位嘉宾朋友恐怕跟我一样听过你的歌，但是不一定会唱，
所以呢，麻烦你帮我们清唱一下，一、二、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好，接下来我们就请比较熟悉你们的小四开始唱，我们开始收您的声波。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哎呀，好，哎，非常棒。那么乐感非常好的桃子，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哎呀，好，张教授，都给他位，跟他们年龄差不多。都给他位呢，我知道他的乐感。来，张教授，我都太老了，我都不会。唱了你就回到十四岁了。掌声鼓励一下张教授，来。来，跟着我，跟着我左，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慢慢都不会了，不会了，不会了。好，也可以了，也可以了。好，接下来魏教授。给我啊！你唱一段，我看我给你几分啊！我知道你打分了，可以可以可以。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哎呀，太棒了！好，接下来就是我的好朋友啊，有点为难你了，但是呢，我相信这么多人唱下来，你可能记得了。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好，思颖，非常漂亮啊，还行吗？迷人的歌声。哎呀，能够把一个抒情的歌曲唱成的行军曲，这也是部队的传统啊。好，那么接下来你们只有30秒的时间观察我们五位嘉宾音波的波纹，请三位走上东风标致508挑战位。好，三位听我口令，展示5条音轨。好，第一条是小四的音轨，第二条是陶晶莹陶子的音轨，第三条是张昭忠先生的音轨，第四条是魏博士的音轨，接下来呢就是任先生任志强的音轨。好，用脑时刻，多喝6个核桃，挑战开始。你们需要整理一下吗？整理不出来了，我已经混乱了。请大屏随机出现一位嘉宾的音轨。好，王源。你现在必须告诉我，不能再想了。啊，就是谁？魏教授是吗？魏教授，你确定吗？确定。确定。好，我们公布正确答案。我左手。哎。正确。好，现在王源得1分，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啊，两位，接下来。我们随机呈现第二位嘉宾的音轨。不抢吗？又是王源。好，王源，我告诉你，答错了扣1分，等于0分啊。这个应该是任志强老师的音轨。好，那到底对不对呢？请放。跟着我左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
好，正确。现在王源呢得了2分。好，我们请呈现第三位嘉宾的音轨。来，俊凯，我觉得是桃子姐姐的。桃子姐的，对，因为啊就很稳，就是很稳，是吧？好，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桃子姐的，请播放。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好，接下来我们请呈现下一位嘉宾的音轨。好，我觉得应该是那位张爷爷的。张爷爷的，好，是否正确呢？我要是答错的话，会不会负一分？会负一分。真的有这个？可以吗？确定吗？我确定，确定。确定，好，请播放。跟着我左手。正确。好，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王俊凯和易烊千玺呢是同分，而王源呢是2分，但是只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嘉宾的音轨了，所以就看你们手谁快了啊。请大屏幕显示最后一位嘉宾的音轨。小四导演，好，到底是不是小四呢？来播放。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好，现在王源呢跟王俊凯呢是打成了平手。Dr. Wei，给你们两个出一个题目，加试。那出一道乘法吧。乘法，12×13。哎，156。抢答器。多少？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靠，156吧，156。对，156，正确吗？对，哎，对呀，啊，好，谢谢，好，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王源获得了3分。请你们到场边呢稍微休息一下，谢谢。有请下一位挑战者。在这个繁华的城市。我早已习惯低调生活，是别人眼中其貌不扬的平凡人，朋友眼中的宅男，甚至连家人也都不知道我的真正实力。哎妈，这个可以啊。别吹牛了，好好吃饭。这一切让我能在自己的空间里潜心研究一件事，魔方。7年间58个单项冠军，8次打破中国纪录，5次打破亚洲纪录，全项目综合排行榜中国第一，制胜之道唯快不破。荣耀的背后是孤独，7年间我一直在苦苦等待一场棋逢对手的决战，直到我看到了他的出现，挑战自己，进退外敌，所向披靡，斩获队长，隐士出山只为劲敌，旗鼓相当奈何不战。贾丽萍，你敢不敢压上你队长的宝座，跟我来一场真正的较量。有请挑战者。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英豪，今年22岁，来自上海，是一名大学应届毕业生。我想问一下英豪，你为什么前2季不来？是这样的，第一、第二季我们中国也有魔方选手嘛，其实他们我觉得是足以应战，就是没有想到是上一季就是输掉了比赛。所以你是看到他们输了比赛才想来的？对，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看到这一次国际挑战赛的对手将会是我们魔方界的神一样的人物，就是澳大利亚的 Felix。 其实这一次我是冲着他来的。哎呦，先冲着贾丽萍，再冲着澳大利亚的飞神。是的，对，王英豪是100%会输的，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能赢他，就是素年，他平均是6秒，世界第二平均是7秒，6秒跟7秒这个差距就可能一辈子都过不去啊。哇，这你和王一豪都干不过。王宁，我真能赢他。是这样哈，嗯，我们这个节目其实第3季一开始第一场我们就选队长，
哎，贾丽萍，我们已经选出队长来了。是，你现在是为中国的荣誉而战，还是为打败贾丽萍而战？好问题，我肯定是最终还是为了我们中国的荣誉啊！但是我觉得队长肯定是要由最强的人来当，所以说这一次我就想跟他 PK 一下，决出一个最强者。我这话都说出来，你好意思不去吗？帮不了你了。你以前和他有过较量吗？这一次在最强大脑的舞台是我第一次和贾丽萍正面交锋。好，这个赵文蔚，这个可以吗？这个王一豪，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如果去年你代表我们出战的话，日本那一场你能赢日本选手吗？如果连日本选手我都不能赢的话，我今天就不会来了。哎呀，哇，好大的口气。好家，太厉害了。我还蛮期待今天他的表现，因为这种挑战的感觉都是最让人兴奋和期待的。王英豪，你最擅长的是速拧啊、网拧啊，还是什么呀？如果说是最擅长的话啊，其实是这个魔方，我现在也有带来，是这个二阶魔方。其实它看上去啊是非常简单，对不对？如果你想在短短几秒钟还原啊，也是不容易的。他二阶平均1秒9，有这么快吗？2秒就搞好了，这个我也7秒，我就比他慢一点。好，大家看，我已经把这个二阶魔方呢也给打乱了。你刚才说几秒啊？对对对，不在十秒就算2位数了，几秒是个位数啊。好好好好，是是是，来，我先那个观察一下好吗？哎，好了，来，好了，好 ，OK， 3、2、1，好，哇，哎，我检查一下，我检查一下，2秒36。对，哦，那我想问一下，你最好的二阶魔方的复原的时间是？啊，我曾经以0.934秒打破过亚洲纪录。二阶啊，对，0.934秒，对。贾丽萍，哎，贾丽萍拒绝，我不想比啊，拒绝，我不接受了，还是不要了。现在问题想问 Dog 的位了，他向贾丽萍发出挑战，是不是要征求贾丽萍的意见？哎，不，这还有个问题，你得先定个规则。哎，如果王英豪把这个贾丽萍打败了，那贾丽萍应该还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队员，对吧？但我们的位置有限，国际对手也只有一个魔方高手。哦，每一个位置都非常的珍贵，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对，好了，都知道了。那还是问问贾丽萍本人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晋级区。贾丽萍，想必刚才的对话呢你都听见了，你愿不愿意接受挑战，做一个决定？我愿意接受挑战，我随时接受挑战。哇，现在请你取下属于自己的中国战队队长勋章，走到舞台中央。走了走了，等你回来，等你回来，加油。请贾丽萍将队长勋章暂时交给周德伟保管。谢谢王院。你对他的实力有了解吗？非常了解，非常了解。几年前就已经知道他了。说实话，有压力吗？压力肯定很大。他有拥有很多记录，并且他确实是一个，应该说是不是很想遇到的对手。我尽力吧，尽力吧。好，那到底我们要比的是速拧还是盲拧呢？比谁的强项呢？对，他们到底要比拼什么样的项目呢？我们来看一下，项目到底是什么？请看。TFBOYS 陪你看规则，魔方抢分战，这是一场速度与精度的对决。由魔方操手打乱两组完全一致的三阶魔方，分配到两位选手的挑战区。整场比拼共3轮，每轮比赛时间5分钟。第一轮速拧比拼，第二轮盲拧比拼，
前两轮均以复原数量决胜，第三轮速盲结合抢分战，速拧复原一个得一分，盲拧复原一个得六分，分高者本轮胜出。三轮中若单轮打平，则该轮加赛三分钟。整场比赛三局两胜。我在这想问一下 Dr. Wei， 到底这个一比六是怎么算出来的？速拧一个一分，然后盲拧六分是怎么算出来的？其实就是速拧和盲拧各自的世界纪录大概是多少成绩，然后盲拧还有一个变量就是盲拧可能会失败，所以把失败率也考虑进去，所以我们得出一比六的一个比分。好，小四，从我内心我是非常希望贾丽萍赢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对她有一点不公平。我觉得要挑战她四个队长都必须面临挑战，干嘛挑战她一个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又很希望是选出真正更厉害那个人，代表我们中国队去赢得世界的比赛。所以如果今天王一豪更厉害，那我就希望是他能够代表我们最后去征战这个比赛。所以我现在非常的矛盾，我的心情纠结。对，从国际上来说，拳王挑战赛就是这样。哎，有的人会打胜，也有的人会打败。所以不要惧怕挑战。好，都得位，两位选手都非常的优秀。我们知道王一豪他的速拧是国内的顶尖高手，而贾丽萍的话，他的盲拧在国内应该是数一数二的选手。是，我们非常残忍的要淘汰一位，因为我们的对手太强了。我们的规则设置的时候，也是尽力让他们胜出的概率对等。好。两位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请两位登上东风标致508挑战杰作。现在，我们就请科学助理依次揭开魔方遮罩，有请。打开。好，现在我们请科学助理将两位挑战者带上挑战位，并为他们摘下眼罩。英豪，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丽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右脑时刻，多喝六个喝道，挑战开始，开始。王一豪其实手速确实比贾丽萍快，对，手速快，而且他俩方法还不太一样。这个王一豪确实快很多，这个速拧这块贾丽萍跟王一豪差的很多。队长加油啊！
现在我们开始验证，首先从英豪这边开始验证，有请客助。正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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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在第一轮的验证中，双方选手正确复原的魔方数量一直紧咬。在这场赌上队长荣誉的争夺赛中，究竟是谁能在第一轮肃宁比拼中率先胜出，占得整场比赛的先机呢？正确。现在到了第十八个，其实呢，越往后呢，对两位选手来讲是难度越大，时间越紧迫。那么我们换一边来进行验证。正确，正确，错误。二十是错的，但我们来看一看王英豪的到底对不对呢？请看。正确。这一轮的胜出者是英豪。贾立斌，我们后面还有两轮，希望两位继续的拼搏。贾立斌在五分钟之内完成了十九个正确的复原，我们来看看英豪下面复原的情况。正确，正确，再来，正确，再来，正确，哇哦，再来，不正确。这一轮英豪成功的复原了24个，差的并不多，这个差别不大，差并不多，差别不大，这差不多。No， 这是错的。其实五个是非常大的数目，相当于是几十秒的差距，所以王英豪和贾立平之间在快点上的差距其实是非常大的。马上呢，我们两位呢就要进入到了第二轮的比拼。那根据我们的规则呢，其实这一轮非常的重要，这一轮如果英豪你胜出的话，那么整场就胜出了。当然这一轮呢，如果贾立平呢能够挽回一局的话，我们还是要进入到决胜局。英豪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立平准备好了，请两位登上东风标致508挑战杰作。现在我们请科学助理呢依次打开两位挑战者的魔方遮罩，并请挑战者不要转身。贾立平这终于回到他的擅长项目上了，我相信这一轮他绝对可以取胜。选手贾立平魔方遮罩已打开。选手王英豪魔方遮罩已打开。好，两位听我口令，用脑时刻，多喝六个喝道。挑战开始。王英豪现在还在观察。又已经拧好一个，英豪做了几个？一个没做出来。
棱块已经做完了，然后我再回想脚块的编码，我连着想了20多秒，就魔方没有动，也没有想起来。那么两位分别复原了多少的魔方呢？我们验证了，从上一轮胜出的英豪这边开始验证。选手王英豪共复原了两个魔方。共复原了两个魔方，好。选手贾丽萍共盲拧复原了5个魔方。复原了5个魔方，好。第二轮他的表现真的是非常好，他的盲拧实力我也是了解的，所以说他比我多的话我也是预料到的。那么我们先从英豪这边开始验证。哎呀，差一点点，掌声鼓励一下啊，还不错。哎，啊，第一个还错了，第一个错了，这个差得太远了。来，我们这边看贾丽萍的第一个魔方复原的情况。完全复原。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英豪的第二个魔方复原的情况。完全复原，好。现在贾丽萍第二个魔方不知道情况如何啊，我们来看一下。贾丽萍的第二个盲拧魔方并未复原成功。啊，这在比赛里算复原成功的。要旅游找途牛，牛人战线品质游。广告期间别走开，打开微信摇一摇，途牛现金红包领不停。看最强大脑，选牛人战线。6个核桃，最强大脑，精彩稍后继续。最强大脑独家旅游合作伙伴，途牛旅游。6个核桃，最强大脑，最强大脑呢由核桃乳领导品牌6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现在贾丽萍第二个魔方不知道情况如何啊，我们来看一下。贾丽萍的第二个盲拧魔方并未复原成功。啊，这在比赛里算复原成功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只要有一面。跟东北老魏讲一下，为什么在比赛的时候算复原成功？就在比赛的时候，如果只要有一面，就只要转动一面90度，这个能复原，这个算成功的。好，我想问一下，你参加过比赛？我参加过，一面是像贾丽萍所说的一样，这个在我们官方的比赛当中是算复原成功的，但是需要加罚2秒。对，需要加什么？加罚2秒。加罚2秒。2秒，这没办法，在我们这舞台上有特殊的规则。对，所以你得服从我们这个比赛的规则，所以算复原不成功。好，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继续验证下去，所以你的希望寄托在后面几个，不要出错。贾丽萍的第三个盲拧魔方复原成功。成功。来，后面两个就赶快的给我们验证一下，复原成功，都成功。好，那按照我们这个最强大脑的舞台的规则呢，你其实完成了5个，但是只有4个是完全复原成功的。我们这一轮的胜出者是贾丽萍。现在呢是1-1，两位选手战平。接下来的5分钟比赛对你们来讲
就是决胜局的比赛了。你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比赛方式，一个是速拧，一个是盲拧。所以告诉我你的选择是盲拧还是速拧。我选择速拧。速拧。好，你的选择是？我选择盲拧。盲拧。好，所以接下来的比拼非常重要。所以贾丽萍在第三轮只要对五个就可以了，只要对五个就稳赢了。对，只要对五个就稳赢了。哦，太刺激了。两回合的比拼结束后，两位选手分别在自己的优势项目上取得胜利，总比分打成1-1。最后一轮抢分大战一触即发，速拧一个得1分，盲拧一个得6分，究竟谁能在5分钟内以自己擅长的方式获得更高的分数，称霸这场中国魔方界的巅峰之争呢？两位挑战选手，我要提醒你们，是你们这一轮的挑战同样只有5分钟的时间。贾丽萍加油。好紧张啊。五个。你好，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好，丽萍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听我口令，3、2、1，挑战开始。王一豪明显手抖了，紧张了。贾丽萍怎么看时间了？他是要太累了，太累了。哎呀，紧张了。贾丽萍不拧了。我相信盲拧要用到的大脑量真的很大，更何况是贾丽萍，她已经连续3轮要去做这么难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揪心。10秒。直接到，两位请到我的身边来。
两位挑战者总共复原了多少魔方呢？一个是素拧，一个是盲拧。来，有请科学助理告诉我。选手王英豪共复原了25个魔方。哇哦，比刚才还多一个，掌声鼓励一下。这边。选手贾丽萍共盲拧复原了5个魔方。5个魔方。好。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如果贾丽萍5个魔方都对，那就没有悬念了。只要有一个魔方出现差错，英豪如果25个魔方复原全部正确的话，最后的胜方归英豪。我们开始验证，从英豪这边开始，1到6号，开始。正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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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1到6号，我们看到英豪正确。接下来压力在你这边了，我们来看贾丽萍第一个魔方复原的情况。贾丽萍的第一个盲拧魔方，还原成功，正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英豪的下一个6个，从7号到12号开始。正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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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正确。贾丽萍不能有一个失误。来看看第二个魔方。贾丽萍的第二个盲拧魔方，还原成功。我们再来下一个6个，13号到18号开始。正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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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贾丽萍的第三个开始。贾丽萍的第三个盲拧魔方，还原成正确。好，接下来我们从19号到24号开始。正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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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来看一下4号。贾丽萍的第4个盲拧魔方，并未复原成功。失败。接下来，英豪第25个的情况到底如何？揭晓。比赛进行到最后，场上比分为24比18。如果王英豪成功复原第25号魔方，他将直接赢得整场比赛的胜利。而如果失败，贾丽萍则还有最后一个魔方的机会扳平比分。在这至关重要的第25号魔方上，王英豪究竟能否取得决定性的成功呢？错误。啊！哇！哇！好，这边就取决于贾丽萍第5个，如果正确的话，就意味着我们就进入到了加时环节；如果错的话，那么英豪你就取胜了。来，开始第5个，第5个，来来。
最终的胜出方式，你好，耶、yeah. ！我们也对贾丽萍的精彩的表现表示感谢。我心里面有个疑问，其实最后还有三十秒左右的时间，你为什么就匆匆的会把这个第五个魔方就交了以后就不再做了呢？我其实要是拼命的话，三十秒也能弄完一个，但是实在太累了，真是太累了，太累了。你要知道他的脑子所耗的能量有多大，我们掌声再给一下贾丽萍。而且他们脑内的风暴其实真的超乎我们想象，真的辛苦了两位，谢谢你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对决哦。但是我其实个人有点小小的担忧，因为我们从旁观察会觉得英豪的盲拧跟贾丽萍的差了一大截的程度，那贾丽萍的速拧当然也不如英豪的好，所以怎么办？因为接下来我们是要对的是国外的强者，所以有没有可能贾丽萍还是留下来当教练，帮英豪去训练一下他的盲拧？我可以问一下，就是你们以往的国际赛一般是比速还是比盲，还是混合着都会比？各种项目都会有。如果是都会有的话，那我觉得应该选一个综合实力更强的，因为其实我们看第一轮，其实贾丽萍的差距没有比那个英豪差太多，因为他是十九个，他是二十四个，等于就是五个，对，差掉了五个，还不足一个盲拧的距离。但是第二轮盲拧，其实丽萍是比英豪要多很多个，所以未来要对决国际选手的话，我们到底是应该派一个全能最强的选手去，还是应该派一个单杠冠军，但是其他比较弱的？从这个综合分来讲，一定是丽萍更强。其实我想回应一下，就是郭敬明老师刚才的问题。我目前是世界魔方协会所有官方项目的综合中国第一。这个综合指的是所有的项目。其实贾丽萍和王英豪在盲拧上面的差距非常大，但是同样在速拧上面，王英豪比贾丽萍要好很多。所以从专业角度上来说，他们各有所长。对不起，我不是针对你，我很喜欢你，我只是因为我很希望最后，那可不可以我们依然让那个英豪成为队长，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让丽萍离开这个舞台，哪怕我们只让他成为队员不做队长，但是依然我们都保留这个席位。多多可以吗？我当然没有，这个要让多多为伤脑筋，因为规则当中没有这一项。那个十二个席位都非常的宝贵，我们基本上是一个人对一个人。我前面也说了，我们只有一个魔方高手，就国际对手只有一个，我们也只会派出一个，我们不可能派两个人去跟他车轮战，所以这是个非常残酷的舞台，不能改规则。啊，这样啊，我觉得这个有点太残忍了。非常感谢各位嘉宾为我说话，非常感动，谢谢大家。我好，有一句话呢我在这里多说一句啊，其实贾丽萍呢在第一季吧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你看她的头发没有像今天这样花白，事隔了两年以后她头发竟然跟我差不多。你们知道一个什么原因吗？他参加最强大脑挑战的同时，他正在从事他的博士研究的项目，他身上有若干个项目是同时进行的。我们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希望呢他能够重返最强大脑舞台。后来呢他自己坚定地告诉我们，我来试试看，很不容易了，谢谢你。是我其实准备了好多，然后上次跟孙红叶 PK 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回家的打算了。哦，然后我觉得这个节目让我收获了特别多的东西，然后我不管什么时候离开，我觉得我不会遗憾，我觉得我可以好好的跟我在这里认识的朋友告别，我觉得挺好的，我收获非常大来着。我们晋级区的朋友们对你也是依依不舍，我们来看一下。
哎，你好，你的能力非常强，你们两个的能力都非常相近。不过啊，贾丽萍，在我的心里，我已经帮你爆灯了。贾丽萍，跟你相处这么久，说实话，觉得特别投缘。就觉得是很好的兄弟。哎，虽然你离开了这个舞台，但我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玉衡直接下来了。我觉得是这样的，魔方一个素一个盲，我今天讲呢就讲一个情一个理，从理上来讲你已经证明你自己了，很好。但是最后国际赛面对的是飞神，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方式来面对飞神。从飞神所每一个项目上来讲的话，你跟他的差距可能都不是一星半点。飞神只有在盲拧这个项目上，贾丽萍可以跟他是一较高下的。其实王英豪他其实是有自己优势的，他刚在二阶魔方中赢了飞神，所以这给了我们一希望。 Philips 飞神其实是当今世界上魔方能力最高的选手，而且他在速拧这个方面无人能敌。但是王英豪的二阶速拧在10月2号的锦标赛中击败了 Philips。 那只比一个二阶吗？如果是素拧的话，王英豪就是中国最好的选手，这也没办法。我觉得你们应该确定一下，你们最后国际赛到底会比什么。你们如果是要比盲拧的话，那今天你淘汰贾丽萍就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我跟贾丽萍一起来的，昨天晚上到南京的时候已经是12点1点了，我们他都没有房间。然后在我房间里说稍微练一练，然后早上4-5点钟才休息，8-9点钟就来录像，他一直坐在后面不停地打瞌睡。你知道坚持到现在多少个小时？这个盲拧的记忆量是很大的，速拧大家至少还能调整，而且速拧拧的时候像他们这样的选手甚至大脑可以稍微休息的。但是贾丽萍呢？贾丽萍说一直在记东西，我不认为贾丽萍这场比赛输了。王英豪，我们都了解你讲的，所以英豪已经确定进入了。那我在这边调解。但是进入以后面对的是国际赛啊，面对的是最后这个飞神。所以我想为贾丽萍报一个灯。一句，我们这个最强大脑的舞台，它不是中国最强大脑的舞台，它是世界最强大脑的舞台。因此我们在设定规则的时候，我们力争做到不偏袒任何一个脑力的选手。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的规则是在争取的跟国际脑力选手进行商量的情况下才定下来的。这个爆灯的程序是在我们的规则之外的，我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我把这个权利交给科学家团队和节目的制作方去伤脑筋。请，现在是什么？做一个决定。我们现在要开会做一个决定。OK。如果整个积分算下来的话，也是他的分数更多一些。对啊，如果你算整个总分的话，也是贾丽萍赢呢。英豪，你很棒，我们现在只是。我觉得王英豪也证明了他的速拧真的很厉害，但是他更证明了盲拧很难，到底要牺牲谁好像都是不公平的。啊，那个你不要介意，我是想争取让他留下来，我并不是针对你，对，因为我希望你们两个就有可能都可以一起。我们今天所做的努力是为了让丽萍留下来，而不是说让你离开。这完全是规则之外的状况，从来没有出现过。他们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我其实内心中非常想把贾丽萍给留下，我才是台上最矛盾的人。每一个人都在情感和理智之间挣扎，但是比赛需要一个结果，所以我必须做一个决定。好，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商量，窦德卫，你告诉我商议的结果是？这是个非常残酷的舞台，那为了保证我们的，所以要旅游找途牛，牛人专线品质游。广告期间别走开，打开微信摇一摇，途牛现金红包领不停。看最强大脑，选牛人专线。六个核桃，最强大脑，精彩稍后继续。六个核桃，最强大脑，最强大脑呢由核桃乳领导品牌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啊，那个你不要介意，我是想争取让他留下来，我并不是针对你，对，因为我希望你们两个就有可能都可以一起。我们今天所做的努力是为了让丽萍留下来，而不是说让你离开。这完全是规则之外的状况，从来没有出现过。每一个人都在情感和理智之间挣扎，但是比赛需要一个结果，所以我必须做一个决定。好，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商量，窦德卫，你告诉我商议的结果是？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飞人到底具体挑战项目是什么，那为了保证我们的灵活性，保证我们有最大的概率去胜飞人，所以我们两位选手都保留，都保留。我在盲拧方面的确存在缺陷的，贾丽萍留下来也可以帮助我提高这个盲拧的成绩，我希望和她并肩出战。好，我说一句话，哎，他们四个队长是一个团结的战斗的团体，所以说有他们今天的精神，中国战队无往而不胜。哎呀，好，现在我们请窦德卫为英豪佩戴中国战队队长的勋章。我觉得他们两位应该同时拿着这个勋章。好，好，请几位一起走进中国战队的荣誉殿堂。好，我们希望你们在未来的国际赛挑战当中赛出风格，赛出水平。现在请你们坐上东风标致508荣耀杰作，去吧。
这是中国战队那些队友之间非常深厚的兄弟感情，他们有一种并肩作战的精神，非常非常的可贵。我今天要谢谢三位评审，你们的爆灯给了我们机会，给了我们可能更大的希望，谢谢你们。其实我刚刚看到那个一品晋级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一直在想要一个很属于自己的舞台，但是当有一天我们终于找到一个舞台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希望这个舞台可以给他们足够的机会，而不是非常残忍或者冰冷的就用一个科学，就用一堆数据去把他们拒之门外。因为我自己从我自己也很希望有很多的舞台，所以今天我看见他们两个都能够留下来，我非常的感动。我也希望最后他们可以赢得属于他们的荣誉，可以赢得属于这个舞台所给予他们的光芒。我活了63年，没见过今天这个场面。哦，最后按照规则比赛出来了，我们所有的评审明知道规则是这样，我们坚决爆灯，体现了我们伯乐对千里马的那种精神。哎，我多么希望，是我多么希望我们今天这样的场景出现在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哎呀，好，贾丽萍上台的时候，她始终是一个非常委婉的语气。她结束的时候，她都告诉我们说，其实我在对战孙红叶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离开这个舞台的准备。但是当她看到队友为她争辩的时候，评审为她争辩的时候，当她看到最后的科学家团队以及制片人团队做出决定让她留下来的时候，作为一个男人，她还是把泪洒在这个赛场上。他其实对这个舞台的眷恋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为他鼓励一下，加油。接下来我们向你们揭晓最强对手，请看。土屋弘明，日本速算界的传说，14岁起斩获17次全国速算总冠军，1次全球速算总冠军，他是日本速算界公认的神级人物。卡真的得带你卡真的好。王一恒，你看到了非常强悍的对手了，你的想法是？日本的高手都来了，但是中国速算界的高手也在来的路上。好，接下来在这个舞台上所展开的比拼会更加的激烈精彩，请大家锁定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我们下一期再见。感谢6个核桃，目标是508，海南之家、途牛旅游以及乐视超级手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为本节目提供全程的科学顾问。登录微博参与最强大脑话题互动，为你喜爱的最强战队加油，领取节目录制门票，还可以参与问答题挑战最强大脑。感谢视频合作网站神武优酷土豆、爱奇艺、乐视网，腾讯视频可以观看本节目的精彩内容。你可以关注最强大脑官方微博进行话题互动，打开新浪娱乐、腾讯视频、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了解节目信息。手机用户的可以下载有态度的网易新闻客户端，获取更多的选手背后的故事。还可以下载搜狐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腾讯视频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一点资讯、扎克新闻资讯客户端，了解更多的节目资讯。你也可以通过最炫的明星粉丝娱乐互动平台大麦麦田参与互动。录制门票，感谢蜻蜓 FM、航班管家、高铁管家、百度百科、百度贴吧、猫扑、天涯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